地屋组执行组由李芳如议员、秦惠珠议员、郭兆云议员，时间100分钟，120分钟，请开始。哎，市长，我想您知道我是原住民选区的议员嘛？哈，我本身有一个原则，就是从我在上一届开始到现在，我基本上面在每一次部门质询的时候，我都会跟各位局处首长交流我们有关于原住民的一些尝试。像这一次在这一次第一会期我也跟各位局处首长交流了什么叫做平地原住民，什么叫山地原住民。所以我在这个市政总质询的时候要做一个考试。待会要麻烦市长抽出5位局处首长请他们待会到那个白板前面去就考题去答题。好，还有社会福利好了好了，文化局教育局那位市长这边给你抽抽出5个，麻烦您把名字念出来。5个了吗？体育局，对，教育局，这个，不，教育局，劳动局，产业局，发展局，还有最后一个，产业发展局。都发局，好，各位请在白板前面就绪。来，到白板前面，自己选自己的白板，然后比在那个我们议事组这边。哎，请动作快一点，我时间不够。比在前面，局长，教育局，那个笔要先拿。哎，处长。我们局长，请东西放回原处。OK。好，我们现在我给你们，里头只有5个题目，我给你们30秒钟，够不够？5个题目而已。好，现在转身，请把。那个纸翻过来，好，请签上你们的名字。名字签完之后，开始作答。请签上你们的名字。这个是阿美吗？好，时间开始计算。你上次。请把填。空白的地方填起来。他真的有每一组的衣服，对，一元也不一样，一元我算不一样，全部不同，他只有。听好了吗？是16，剩下10秒钟哦。李鸿章说是52，后来被消灭成4下。10 9 8 7 6 5 4 3 2 1停。不好意思，请停下来。请各位站在市长旁边，麻烦议事组帮我改一下。可能要麻烦。局长，请回市长旁边。加唱。请回市长旁边，谢谢。你穿过太阳的。台湾的。阿美的你还没穿过。你穿那个出去。穿过记不起来。
本来像消灭像是这样，从原来后来正方目的就是有个。不好意思，可能分数帮我打上去。在台北是那个这个组。台北是哪一组最多？阿美，7000多。阿美有7000。嗯，我第二组是太阳。好了吗？是有阿美最多。对。也是台湾最多的。对，打分数，分数。这个。OK， 好，谢谢。几点也不一样。他必须要考虑。市长。其实为什么我这么坚持？因为大家都认为我们台湾。对原住民，都非常的友善，但是基本上面对原住民的认识，最基本的16族，其实我们很多人都不知道，为什么会花每次部门咨询，我一定要花这个时间5分钟，我都会浪费那5分钟，但是这是我的坚持，我知道很浪费时间，平常我可以用书面咨询来跟各位局处。来做一些咨询，但是这个是强迫各位学习。以前的填鸭式教学，我就认为很好，起码它可以强迫各位学习。但是现在比较推动常态教学，甚至于自然学习。但是我目前看到的，我只有看到赖局长80分，其他都鸭蛋。蛋？谁80分？你80分。赖局长。我们劳动局赖局长，他很会猜题，其他都鸭蛋，我情何以堪呐、所以我一直很支持，很坚持的，不是支持，坚持我为什么要做这个？对于交流的原住民的东西一定要做，做一个宣导，甚至于强迫各位学习，就是因为大家都。好像看起来很支持我们原住民，但是实际上最基本的16族答不出来，平地原住民、山地原住民是什么答不出来。但是我不会灰心，我在后面的各个会期照样还是会跟各位交流一些我们原住民的一些尝试。我说的是尝试哦。不是一个很艰深的课题，它是尝试，我们基本上面都可以知道的东西。我想我花了10分钟在这里，私人总咨询我也只有40分钟，但是这是我的坚持，这是我身为原住民的坚持。好，时间暂停，我们各位局处长请回。市长，您是医生，您喜欢用数据来跟大家来探讨，所以我待会我是用数据来跟你探讨在台北市的原住民他的状况，还有他的困境。我们看一下那个 PowerPoint。这个不用，这个不用。来，我们看那个消费。市长，这是我们那个台北市的家庭的消费的倾向，我们原住民的消费比例占138.1%，这个消费倾向是针对于我们的那个可支配所得所用的比例，我们用了138.1%，然后一般的市民，在99年度的，我们一般市民是他的消费倾向。占所支出的可支出的是76.13%，
哦，102年的时候，一般的市民的话，应该说全体市民是63%，哦，等于我们消费倾向的话，在102年的时候降低，哦，我们可以看，其实我们原住民在消费的部分，哦，他的赚的钱都不够他来使用。我们再看下一张，哦，这是我们在家庭总收入，哦，99年度的我们原住民家庭总收入。哦，它是53.13万。哦，我们一般的市民，应该说全体市民，在99年度是167，哦，167万。哦，我们台北市在102年的时候，哦，总收入也微幅降低，等于是总收入165万。哦，你可以看到，我们原住民的总收入基本上面，他的收入是非常低的，因为他的工作非常不稳定。我们再看下一张，哦，这是我们每月的消费支出，哦，我们原住民的消费支出是5.54万，好，全体市民的平均消费支出是8.24万，然后102年度的时候，哦，所有的市民的平均的消费每个月的消费支出是8.35万，哦，你可以看到我们每个月的支出在99年度也只有，哦，5.54万，等于是占一般市民的，哦，67.23%，哦，好，我们再看下一张。哦，这是我之前有跟市长讲的，我们自有住宅率，哦，我们在台北市自有住宅率有34.9%，哦，一般的市民是81.42%，哦，在102年度的时候有增加，哦，81.91%，那，换句话说，我们的租房子，之前我有跟市长讲，租房子的比例65%，哦，我们再看下一张，哦，这是可支配所得，哦。我们在99年度的时候，原住民是48.11万，哦，然后另外一个一般的全体市民的话，99年度是129万点，啊，哦，然后另外一个在102年的时候是127万，哦，市长，你可以看到我们的所得是非常低的，可支配所得也非常的低，哦，我们再看下一张，这是我们的可支配所得5等分的差距，哦，我们原住民的。99年度的差距是原住民跟原住民自己比，啊，这是差距在25倍，然后一般市民也只有4.4倍，哦，99年度，哦，全体市民的部分，然后102年度的时候大概是将近5倍，可以说我们原住民的那个经济所得的差距是非常大的，好的非常好，不好的非常不好，甚至于差距拉非常大。哦，我们再看下一张。哦，这是失业率，是啊，我们这是102年度了，哦，我们102年的失业率是，哦，3.64%，然后一般的全体市民的话是4.20%，然后103年度的我们全体市民是4%，哦，只有四，你可以看到，哦，我们的失业率非常低，哦，不是，对，非常低，哦，表示我们原住民非常勤奋的工作，他也不会太挑工作。所以你刚刚有看到，我们的收入是非常低的。我们不管是什么样的工作，低阶的收入做，我们都还是一样照做。哦，但是我们如何来提升我们的收入，甚至于让我们的收入更高，这是市长您要去思考。我们再来看下一张。哦，在之前我也提供过，我们那个屏东县的部分，哦，我们在78.6%的原住民。哦，99年度的原住民，还是78.6%的原住民都在贫穷线下，贫穷线下基本上面已经接近了，里头含低收入户，跟接近低收入户的，哦，我们有78.6%，哦，我们是5都里面，哦，因为这个数据只有5都，哦，我们5都里面是最穷，我们台北市的原住民，我想提供市长这些数据，哦，是要让市长了解我们原住民的。概况还有它的困境，我想你可以看我们的收入很低，哦，我们的因为我们的工作不稳定，而我们可以用的钱也不够，基本上都花在一般的花费上，甚至于我们还要去借贷，哦，另外我们的原住民真的非常勤奋，我们失业率很低啊，哦，比一般人还低，但是我们仍然有78.6%的原住民是在贫穷线下，哦，另外还有65%的人在租房子住，所以市长，您能不能告诉本席，
哦，你所希望的2050年台北市的原住民他是怎么样的原住民，在经济、在文化、教育、社会福利上他有什么样的改变？市长，应该是说不因他是族群的不同而跟大家不一样，所以应该是要把跟就是跟一般市民相比。不是，您告诉我要怎么做，可以让我们在2050年跟现在不一样。哇，这个真的，当然第一步要先建立一个经济安全体系的哈，就是说那些贫穷线底下，最起码要先，人家说最起码。让他们可以先提升嘛，安定下来，安身立命是第一步。是至于说要怎么去改善他们的这种收入哦，这个恐怕就要调查，要有数据来回答说问题出在哪里。有啦，数据在今年哦，行政院民会他就会推出来，因为我们是每五年哦会推出哦新的数据。像你刚刚看到的都是1999年度的，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台北市的原住民其实我希望市长，我们所有的资料基本上面都有，哦，税捐处也有，哦，其实你可以再从这些局处里头把它调出来，甚至于我们的就业状况，哦，你也可以从劳动局那边去查，哦，请他们做一些分析，哦，为什么我们原住民的经济状况会这么差，甚至于我们。这么有劳动力，我们失业率这么低，我们劳动参与率非常高，为什么我们所得非常低？哦，这是我们在台北市应该要提升的，这是市长您所要突破的。哦，以往蛮多的措施都是以补助为主，但是我们要做提升，如何让我们原住民再次翻身？除了教育以外，目前教育是做得最完整。但是现在环境不一样，环境不同了，如何让我们的原住民能够再翻身，这是一个不一样的思考方面。哦，我想主委也在一边，我想主委我也听闻了，其实我们柯市长给你非常大的权力，对不对？对。我想这么大的权力，我们两位议员基本上面都会很支持，哦，只要你想做什么，我们都会支持。哦，但是你要注意，哦，你现在所做的都会面临很多人的来，等于是说大家都会来检讨，哦，甚至于你最近这5个月所做的，有很多东西取消掉，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也没来咨询过我们两位议员，哦，取消是好还是不好？哦，行政权是在你手上，你可以不用咨询，但是民众，你知道吗？民众在问我为什么？跟以前不一样，为什么来了一个新的主委？为什么很多措施都不见了？他们开始对您产生一些质疑。其实他们对您的期待是非常高的，哦，基本上面你跟以前的主委是完全不同的，从会里头的人就可以知道。所以我们对您的期待很高，甚至于市民，我们原住民，哦，我们乡亲对你的期待很高。我希望您不要让这个期待。变成后面对您失望的一个最大的动力，因为在台北市，您也知道，您哦，应该是说前主委，当时跟我父亲哦在台北市共同奋斗，那时候好不容易把我们原民会哦提升起来，甚至于把我们原住民拉起来，从那个时候20年前啊，原住民好不容易从那个时候起来，我希望。您也有说过要让我们原住民能够有新的契机，从经济方面，但是您不要忘了还有一个文化的传承，您也要守住。诸位，谢谢李议员的指教哈。有关刚两个部分，第一个从那个数字的说明，那很清楚知道台北市原住民。在台北生存是非常的不容易，所以柯市长，你们简短一下，简短的讲。OK，因为我时间不够。那就是说，经济安全是首要政策的一个目标，这是第一个要
回答议员的地方。第二个，你提问的那个活动取消是没有取消，只是内容我们要做一些调整，好，特别在经济安全的处理上面。了解。我们很早就给孩子一些这样的能力。好，你那些都是没取消，很好。没有取消。但是资讯不流通，我们的乡亲都不知道，只知道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名称不一样了，所以他以为是不见了。所以你们的宣讨要有嘛？有，好不好？当然是有。那我们的原野还有吗？有啊，你说什么？那个每个月都有寄的那一份。报告议员，因为我们不想哈资源重叠。嗯。有这五个多月来，我做了全面性的业务，这个查核计划、查核经费查核。所以我们是觉得说，你先听我讲，我只希望市民收到资讯是快速便捷，不要找不到。现在我们的行政，我们的十二个行政区的所有同仁，只要有一个原住民登录到各区呢，马上就有一个所有咨询、原民会相关的政策呢，都委托给我们的原服务员。那再加上我们也强调，这原服务员的服务功能啊，应该要比照以前编制，他为什么要在各区做服务员，就是要做原民会服务输出一个很重要的中介角色。好，很好，那是最基本的。对。哦，以前之前所设定在孔主委那时候所做的，哦，是从那边开始的嘛？啊。是。嗯，因为他也是要让我们的原住民乡亲更容易得到资讯，更便捷的服务，所以才设原服务员的嘛。是。所以我希望哦。您说要把它改变，我期待您，哦，因为你才刚上任五个月，哦，我也希望您能够多推一些新的政策出来。另外，一定要多多宣导，好不好？好。好，谢谢，时间暂停。我们主委请回。市长，我想在便当会的时候，我也跟你提及，哦，在台北市，哦，原住民他有很多的困境，尤其是居住，啊，所以我才会提出，是不是公共住宅的部分，啊，能不能给我们一定的比例？我想给市长看一下。Hello， 这个是我在做家访的时候，啊，我们基本上面在选举的时候都会做家访，啊，从我父亲当议员开始，我大概参与了。我父亲两次，我自己本身的那个不用再说。哦，这是这个是也不是新的，从以前就有，在我上一届做访查的时候就已经碰到了。这是一个住宅，哦，这里头大概有42户左右。我们再看下一张，你可以看到它的环境，哦，大家都把一些家具甚至于一些物品放在外面。我们再看下一张，哦，这个地方。他的房子啊，是房间是没有卫浴的，大家都是共用卫浴，厕所跟那个洗澡的地方都是在一起。我们再看下一张，这是他里头的陈设，哦，里头只有床跟书桌。哦，我们再看下一张，哦，市长你看窗子，这是他们唯一的通风的用的，采光不要讲。采光根本没办法。我们再看下一张，这是他们的入口，这是一个地下室。哦，再看下一张。哦，好，下一张。市长，住非常重要，有了住，民众才能安定，有了一个安定的地方可以居住，他想要做什么，他都比较安心。所以，本席在刚上任之前，刚上任之后，哦。在上届，哦，就有要求，都发局，哦，对于以后那个我们住宅法订立之后，我们弱势族群的比例绝对不能低于40%。哦，我也咨询了在101年、102年、101年5月、101年10月、11月，哦，市政总咨询也咨询，要求他们不要低于40%，在住宅法实施之后，低收弱势族群的比例。哦，不能低于40%，但是在102年的4月的时候，哦，我书面咨询出去，他给我回函，所有暂时，他是说暂时啊，
哦，弱势族群的比例给10%，哦，原住民的比例只给1%。哦，在住宅法里头有规定，哦，我们社会住宅里头有哦所谓的比例，基本上面不能低于10%，但是公务人员，哦，说实在，有时候会基于一个方便，哦，以最低标准为标准，不会以最高标准为准。哦，所以我在后面，哦，我也跟了都发局局长讲过，还有市长讲过，哦，基本上面我们现有的国宅，哦，原住民的比例就已经高达5.6%。我也期望在未来的公屋住宅的比例，我们以5%为一个起点，哦，我们起码嘛维持现状，市长维持现状就好，我不贪。哦，因为我们在民国89年的时候，国宅条例里头有一项规定，哦，就是针对于新的房子房舍有公有住宅的话，要提供10%给我们原住民。哦，10%基本上面对你们来讲，有时候执行上面会有一些困难。哦，我就降低我自己的标准，其实降低标准我会被我爸骂。你了解吗？我想请局长来说明一下。跟议员报告一下，事实上在上星期的咨询当中，我们也回应这个问题。好，没有，我是要跟市长讲。哦，我是要跟市长讲。哦，因为市长之前民国89年的时候，那时候所订定的那个原住民的那个比例，哦，那是我父亲林宜莱议员在当台北市议员的时候，跟市长他们跟台北市政府。哦，他们所定定下来的，其实我现在所坚持的这个5%，我回家一定被骂。但是基本上面，我要的是你们好作业，也一些比较公平的哦对待我们原住民这一块。市长，我希望在未来的公共住宅，市长，先暂停，我们让市长跟局长讲完。但是它是全部啊，它又不是部分概算。好了吗？嗯。你现在的诉求是全部的公共住宅的5%的？是的，5%起跳。我希望你们可以达得到。哦，我希望在4年内，你们要市长，你们要推出20,000户，不要只有1%。20,000户只有1%，只有100户，只有100户。哦，很多政策，市长，您常说专业问题，专业解决，但是有些是符合法令的，专业无法解决，就要政治解决。市长，很多东西要看您的政治魄力，要看您的政治魄力。您是不是愿意照顾哦我们原住民，甚至一些弱势的族群？其实这些不是数据所能够算出来的，数据很残酷。我们原住民只能1%，但是这个我没办法接受，这我没办法接受。哦，所以市长，我希望你能有新的做法。今年做的最大的改变是，我把那个我们好像连续2年那个租金补贴都是用，对，我晓得租金第二预备金嘛，后来我就说，我待会也要问租金补贴，告诉您租金补贴，啊，租金补贴基本上它有限制的，你不是，你如果是违章，你如果是非住宅使用，哦，你房东不同意，住宅补贴没办法补贴，啊。所以像如果真正突破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我还有一个建议，就是能不能给差别的住宅补贴，哦，因为每个地区哦它的状况是不同的，哦，我也跟局长讲过了，但是我需要亲自跟市长讲一下，哦，基本上面我的差别补贴的哦方式在那边，哦，市长您可以看一下差别租金的补助，然后另外一个还有你们的公共住宅的差别
租金的收费方式。因为说真的，我们看在上页，看上页，是的，这你应该知道嘛哈。我们国宅基本上租金是2800哦到18500，哦，公寓住宅是8500到27000，然后现在的连开宅是8400到29800。哦，我之前有跟局长讲过，29800，哎，我也租不起，我也租不起。我们政府所推的任何政策，哦，我希望能够先以照顾需要照顾的人为主，因为政府最大的权力就是保护人民，最大的力量也只有政府可以来保护，尤其是弱势族群。所以租金补助的租金差别费率，哦，这个应该是可以做得到，并不难啊，真的并不难，哦，而且对于我们真正需要的人，那个才是有帮助的，才是有帮助的。就像下一张，这个之前哦一到四，哦一到四那个方案，那个是之前我们都发局哦有考虑过的。针对我们公共住宅的部分，哦，它针对低收入户0到1类的是收市价的1成，然后第二类的收市价2成，哦，低收入户第3类、第4类收市价3成，其他的低收入户以4成为主。哦，我刚刚有跟市长秀出那个数据，哦，秀出数据，我们有78.6%的人都是在贫穷线下。超过一半以上，所以基本上面贫穷线也跟低收的资格有关，差不多在贫穷线上的人，哦，都是低收跟边缘，所以我才推，是不是我们原住民的部分，公共住宅的收费可以以市价的50%来收取？市长，这些都是给你去思考。哦，我希望您能够在下个会期之前来确定我们的弱势族群的租屋比例，另外一个租金补助的差别补助，另外一个就是公共住宅的差别费率。好，好不好？好，可以，这倒是可以。我期待下一会期我们有好的答案，不要再像之前根本在敷衍我，甚至于我不客气地说，有歧视。好，这个是好，谢谢市长。好，时间暂停。哎，局长请回。对于那个我们文化国小刘小妹妹她那个事件，哦，本席也感到非常的痛心。但是我在上个礼拜有去做一些家访，哦，我们那一户原住民他是单亲，他的小朋友才国小6年级。市长，我们除了注重校园安全之外，校外的安全也要注重，尤其现在网络非常发达。我现在跟你说的这个案例，哦，他就是因为在网络上结交到一个不好的朋友，那个对方是大概25、26岁的年轻人、青年人，结果他性侵那个国小6年级的学生，不到十二岁。哦，校园安全在校园里面比较好守护，哦，我们可以多派警卫，哦，甚至于巡逻增加，但是校外安全网络的部分，我希望局长还有我们市长，哦，看怎么样的去突破。因为这个案子，那个小朋友，哦，他是去年4月发生的，哦，4月发生，他后来到7月才敢跟他妈妈说，时间已经拖了，拖过这么久，哦，也只能提告，哦，因为不是现行犯，又不能抓，哦，只能上法院，哦，等法院来审理。但是那个恶狼还在外面游荡，所以
教育局甚至于警察局啊，你们也要多多注意有关于网络的部分。网络部分目前哦，真的像新闻也有播嘛，有些都被网友拐跑，所以在这个部分，尤其是小学生，他还小，国中生叛逆期有时候不好来管束，但是小学生我们总可以维护他们嘛，维护他们的安全嘛。哦，网友，你们是很难去建立一个怎么讲？网友是普遍在网络上面，你要去约束他们也很难，但是我们总是灌输一些新的一些应该是说观念，安全观念给我们小朋友，甚至于像那个案例，我们要如何去辅导他，让他不必怕，等于是害怕，甚至于我们要去了解他们的家庭，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他单亲家庭本来就很可怜了，妈妈带着一个小孩子，妈妈要工作，也没有办法顾及小朋友的一些生活，所以学校这边，我希望能够多多关心一下网络上面交友的状况，甚至于我们现在有一些网络那个电信警察嘛，是不是也可以多多关切一下，网络上面的一些那个交友的状况？我想，市长，您有提过一个礼拜之内，一定要针对校园安全提出一些 SOP。网络交友，我也希望您也要有一个对策，要不然这个案例其实不是一个，是很多个，只是没有被爆出来。市长，可以吗？可以，可以当作一个专栏来处理网络的校外学生校外安全牵涉到网络的 OK。是，好，先暂停。我们局长请回。时间暂停 ，OK， 先回哈，好，嘿，那差不多开始。那市长，你看一下我，这个在您选举的一个那个公共住宅政策的这个白皮书上面表示说，在你这个任内四年哦，你要新建50,000户的一个公共住宅，那么到了最近啊，缩水到20,000户，那这其中还有这个6415户啊。它是在郝市长的时代就已经规划或者是完成的哦，那剩下呢不是被弹数卡住了，那么就是在地的居民是反弹，好，好，你再把这些扣掉，又剩下了11,000多户，好，那么也因为这个用地取得是涉及到中央，都还在很虚渺的一个空中哦，所以我们也跟你们要求说提出一个正确的地点啦，规划出来都拿不出来。那蓝绿哦，这个议会的蓝绿议员啊，难怪也要讲说您的这个住宅政策是太碰轰了。好，那么虽然大概是上个礼拜啊，这个好像是我们林清荣副市长哦，他有表示未来将跟中央哦再继续去协商哦，那么洽询其他的这个中央的这个土地啊，有偿拨用来作为公营住宅的一个用地哦。那么这包括了万华区的一个青年营区这个地方。这边呢，我要跟市长去做提醒。早在100年的时候啊，那时候郝市长哈、啊、就争取了由内政部的一个住宅基金，好、哦、来补助台北市啊政府是土地的架构，大概将近28亿。然后呢，再跟财政部的国有财产局去办理有偿拨用，好、哦，也就是这块土地是现在已经在招标过程的青年段的这个公共住宅哦。那换句话说，这个青年段的公共住宅，它的一个土地的一个取得成本是零啦。哦，那对照一下林副市长啊，我只是要提醒一下你啊，您这个打算再跟中央去续谈另外的这个军方的营区土地，所以你未来的土地成本是多少？我觉得这边也要去做一个思考，这是提醒你。另外，在青年段的公共住宅这个地方，我真的是费尽了心思哦，我还是必须要跟你提这件事情。因为早在1999年我要接棒参选议员的时候，那么郝市长在这个地方办了第一场的这个公营住宅的一个说明会。那当时住户因为这个对于这个公营住宅的刻板印象是不好的，所以是强烈的反弹。那当时市长也才是说好，那么未达共识之前是不会这个新建公共住宅。好，
那这个案子一直到2010年大概年中以后，好，才继续又重启地方的一个说明会。本来我也是跟居民一样会担心说，如果啊这个在这边新建公营住宅会影响这个附近的生活环境彼此跟地价的时候也不好。可是后来我一看了，哎，发现到哇，这是由张清华知名这个建筑师所规划设计的哦。那在他的一个设计啦，空间的设计啦，跟这个他的一个材质啊，上面各方面啊，都是真的蛮不错的。我就在想，如果能够借由这个机会，把原来这个废弃的一个营居啊，这个化身为一个这个能够让地方更新发展的一个这样建物，甚至也因为它的一个蛮不错的一个生活居住品质啊，也能够实现居住正义，我觉得是好事。所以我就开始来去协助推动。首先呢，我就要求当时的这个丁玉群啊，督发局长和我还有周边的九个里长，我们一起到大龙洞去做这样的一个参观。那么参观之后，的确也让这些里长们改观了。好，那后来我们附近的其他的这个选区的这些公共住宅的预定地的一个议员也跟着跟进。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台北市政府在推公益住宅就向前迈进了一小步。那我持续的在做这样的一个不断沟通，好，帮这个市政府跟民众做沟通。那么当时也为了说顺利说服民众说要让市政府在那边去盖一个公共住宅，所以那时候我就要求好师傅说，起码在以后的我们青年段的这个公共住宅，将来要拨出上百坪的一个活动空间来作为当地居民的一个回馈方案。那郝市长是答应了，不过最近我真的是蛮紧张的，因为我发现柯师傅对于过去前朝一些不错的一些政策哦，好像都有一些要改变的这种状况，所以我很担心哦，这个地方的这个计划会生变。因此我今天利用这个机会来向你再度的一个要求，因为这个是当初对于居民的一个承诺，居民的一个回馈，所以这个计划没有生变吧？没有，没有哈，没有持续的，而且是非常谢谢郭议员一向来帮助我们跟地方沟通，我希望公共住宅的这个建设，你不但是有上百坪的这样的一个活动空间来作为地方局去做这样的使用，是，也希望未来你们能够把它真的规划得好，好不好？是，这样子呢，我才能够对当地的居民交代。一定的，一定的，而且这个公共住宅，我们基本上是要把它智慧化、您说到了公共艺术化，大家都听到了，而且是非常多的公共保姆中心总要整合在一起。OK， 就麻烦你，因为大家都听到了。好，再来，我来跟你们谈一下这个表列当中的中兴国小新建公营住宅这个案子。好，这是原来的一个已经废校的一个旧址哦。是。那么这个是对的政策盖在不对的地方哦，因为它跟青年段的公营住宅状况是不同的。青年段的公营住宅还是废弃的营地啊，那这边呢，因为学校废校以后就作为公园绿地，长期来受到居民非常大的喜爱哦。那尤其旁边还有将近400多户的这个生活环境品质不佳的这个新型国宅啊，一直受到诟病，所以大家反弹很激烈。那时候也跟我做了陈情，所以我在市政府不但是提出速度的质询之外，那么也在预算审查的时候下了一个弹书哦。那通议会这个大会也通过了，不过我觉得很头痛的是哦，我发觉你们还是把这个案子列入其中了哦。其实我必须要提醒你，当初郝师傅也知道这个案子的确是应该对于周边做一个整体的一个发展计划以后再来谈，可是你们可能是为了要硬凑这样的一个20000这样的一个数字啊，哎，就执意又召开了一个督审会议。然后呢，我那天林副市长也有在场嘛，对不对？居民还是反对嘛，对嘛，都委会嘛，居民还是反对嘛，所以市长可能没有看到这个弹书啦。我今天利用这个时间让你看一下，好，那我也希望你要尊重在地的民意。尤其市长，你记不记得你刚上任的时候，那个周边附近的那个区里座谈会，李黄玉跟里长才跟你提了这件事情啊，他就希望你不要在这里去新建公营住宅啊。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尊重民意，好，你一定要在这个地方有了一个长期发展的这个这样的一个计划，而且是深获地方认同的时候，再来去做这样的一个规划是比较妥当的，可以答应我吗？市长可以答应我吗？跟议员报告一下，我简单回答，我时间很紧啊。3个月之内我们会沟通沟通。3个月内之间是好，那我一再要提醒你，我是下了弹书的，请你尊重我，好不好？你尊重议会同仁，可以吗？是的。好，再来。我再来谈一下有关于啊我们的市政府啊
为了南机场的都更，差点仓促的就要把这个中义国小废校，然后来作为中继住宅这件事情，其实我已经跟你们提过好多次了。我今天就是要让你们看一下，好，下一张这个照片，对，这张照片是在五月初的时候，那么我们跟立委还有这个里长哦，家长会长，在地的居民，还有孩子们哦，在母亲节的一系列的活动当中哦，有一个叫做中义国小的校园巡礼啊的一个活动照片，你知道吗？现场的好多的孩子们，他实在不太能接受你们要废校，甚至还有那个小三的小朋友跟我讲说，议员阿姨，我们不要废校，因为这里有我们美好的回忆。我真的一听了，我真的差点掉眼泪。然后我再告诉你一个例子，在选举的时候，我到这个附近去拜访，那当时啊，因为有一个这个小朋友们，他们不敢开门，因为他们以为我原来是，他们本来以为我是那个要废校主持废校的议员，你知道吗？他们就说不要给他开门，他要把我们中英国小废校，我不喜欢他。那后来我才跟他妈妈讲，是我是郭昭言，那他才把门开开。所以你会发现到说，小孩子他们表达真的是很天真，可是也天真的让人家觉得好心疼，好心疼。市长，你有没有感觉到，真的是这样子呢？我跟你讲，那天小朋友他们就一站在那个肥皂箱上面去发表他们对于学校的热爱，真的是这样子。所以我要问你啦，现在到底呀，这个我们南机场的这个中继住宅的一个所谓的户数需求计算出来了吗？然后南机场都更的这个政策出炉了吗？那一楼商家住户他们的一个权益要如何的维护？还有我一再强调的是，将近有五成的这些承租者，因为在现行的都更条例当中，他们是没有办法被安置的，也没有办法租金补贴，这个你们要怎么办？那如果这些都没有办法提出来，你怎么样去计算所谓的中继住宅的需求啊？上个礼拜我才跟那个里长，因为里长又办了一个这个南机场的一些义卖活动哦，就是经费的义卖活动，那么他们也是很抱怨说，对呀，到现在都还没有看到相关的政策跟配套措施出来啊。我上个礼拜也跟那个局长质询了哦，他也是讲不出个所以然了。所以这个地方仓促废校真的太冒险，太冒险了。好，因此这个市长，我一再也提醒你了，对不对？我说这边啊，如果一旦是都更成功哈，再加上这个万大捷线开通了以后，会带来大量的这个新旧住户入住啊。那么那些的孩子们哈，学龄人口也会跟着增加，所以理当是有设置学校的必要。你如果这样子把它仓促废校了以后，坦白说要再找学校用地很难了。而且你要知道，这两个学校我已经跟丁局长讲，不林局长讲了，今天时间不多，因为不管是国语实小还是所谓的新和国小，在未来都没有办法去承受新住户这么多的学龄人口在这个地方哦，因为国语实小是满额学校啦，那新和国小旁边还有很多的新的眷村改建成功，那个真的是不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思考的哦。所以我讲了这么久，我就是要告诉你，你的都更政策到底什么时候提出来，可不可以给我一个时间点？你们的配套措施什么时候可以提出来？因为从你说要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到现在已经好几个月过去了，什么时候可以提出来？ 我很快简单回答我，你讲话快一点，你讲话好慢哦。好，第一个，一个月之内调查会完成整个中继住宅的数字。第二个，我们除了驻点之外，还有两个团队会进场。你说一个月内会调查中继住宅的所需户数，可是你的一个都更政策都没有提出来，他们哪里能够告诉你他们要配合你改建啊？我刚才也说我们会驻点，然后开始要带的方案去。我觉得你应该要把这个政策先提出来，你告诉人家我可以换回几平的房子，我一楼的店面要怎么办，对不对？我是承租者，我未来要何去何从，这个总要先讲一下吧，对不对？你不是说我要一个月去计算中继住宅的户数，不可能的啦。先把你的政策提出来，配套措施提出来，
好不好？好，正在眼里当中。又回应您刚刚讲的，因为有一些住户他本身没有产权，可是他是台北市民，啊，所以台北市民，因为我们走的不是都更条例，我们走的是公办都更的，而且有都市计划 的策略去推动它，因此这是一个全面会照顾的事情。反正你就是要赶快把都更政策拿出来，那当然，因为你没有拿出来，这些住户几乎天天在问里长，我可以换为起平，我一楼的商家要怎么办，我未来要住在哪里，好不好？你只有把这些都拿出来了，你才可以去计算他的户数嘛，中低住宅的需求嘛，了解，对不对？那另外我必须跟市长拜托一下哦，因为哦，这个民间版的这个中继国小啊，中义国小跟中继住宅并存的这个规划你看过了吧，对不对？我相信你会关心这件事情了哦。不过这点我有件事情要特别提醒一下，因为大家很担心哦，那个市府虽然说要让这个要花三个月的时间好好来探讨这个问题，可是除了这个林局长你之前那个回应让人家觉得好怪之外哦，那加上这个民间版的这个设计者就是你的大学同学，好，其中一个就是你的大学同学，所以我们也很怕到时候是王不见王啦，然后到时候就不了了之啦，然后同行相斥啦，好，所以我想我们很担心你有这样的先入为主的成见来排斥掉，所以这个地方我希望市长能够答应我，因为其实啊，那边的住户他们没有说要你完全照着这个模式去走，他们只是要告诉你这是一种概念，一种是想法，如果你能够照着这样的一个精神，这样的一个概念想法去做更好的规划，他们当然也乐于去接受了，好，所以市长请你为了这些弱势家庭的他们的孩子受教权，还有这些居住的一个正义哦，在这边地方允诺，一旦你的中继住宅需求计算出来了以后，绝对要花扎扎实实的三个月，不是敷衍了之，扎扎实实的三个月来做中继住宅与中义国小并存可行性的研究，好吗？应该的，应该的哈，你说的哦。是的，不要因为是你的朋友的关系就不要喽。不不，我们不带成见。好，我希望是这样子，说到做到。好，应该的，谢谢。另外我还再强调一件事情，如果你没有提出他们能够接受的一些都更政策跟配套措施，这个地方真的不可以贸然的仓促废校，好不好？好，将心比心，把那边的孩子就当成你们的孩子一样，可以吗？可以吧？了解，了解。好，市长我相信你做得到，哦，我看到你一直在看我。好，再来呢，我们再来谈另外一个问题哦，时间暂停，其他可以先回去了吧。谢谢，时间暂停，其他先回去。谢谢。另外啊，市长，我不只是在财建部门的时候提出质询，也在环南市场的一个现地考察上面，针对你的环南市场的一个改建啊，也就是你本来打算哦，要把这个好市长时代规划的这个市场的用地去缩减，然后做一部分来挪作所谓的公共住宅的用地，这样的一个计划，我表示绝对的反弹了。因为啊，这边不但是应该说东南亚最大的批发市场哦，哎，也是你自己讲的，啊，这个是你说的，攸关于万华地方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计划。之前为了你的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构想，好，哦，然后市政府是硬把这个好市府时代啊，这个花了好多的时间，不断跟地方沟通所取得的那个经验值，去提出目前最适合的一个改建方案，硬是把它取消，好，然后呢，再花四个多月的时间，好，然后去做所谓的这个把市长要安置在高滩地这样的一个规划，就最后发现到不可行了嘛，对不对？就回到了原点，然后再改一下，就加进了你所谓的公共住宅政策这个案子。我要提醒市长哦，其实不只是摊商的朋友们，他们很担心哦，就是那天环南市场摊商都在抗议哦，他们很担心说他们的一个市场的一个用地缩小，然后而且可能会被分配到过多的楼层，因为他们只希望是挤在同一个楼层当中，他们不希望分到第二楼或第三楼哦，这件事情。而且你公共住宅如果盖在那里，谁会去住啊？我跟你讲，我家就住在旁边啦，
我骑机车大概是五分钟的路程时间就到了。如果真的会去住那个地方的，大概也就只有弱势的居民了。那我家的旁边其实就已经一个是社会局的福民社区了。如果你又再来一个公共住宅，而且是这些弱势的朋友才会入住的，哇，那你又多了一个被标签化的地域，实在是太可怕了。所以我相信截至目前为止啊，很多的报纸，哎，看一下下面的，你也听到了，包括我们林崇杰啊，对不对？那天林崇杰你在现场，你也很清楚知道市场他们绝对是反对这件事的，对不对？是不是啦？这个案子我们已经检讨修正了，检讨修正。所以啊，那我就是希望你们在现场市长大声地告诉我们说，这个案子取消了，也就是不会把我们摊商朋友们的用地缩减，也不会把他们硬要塞在二楼或三楼这样的一个其他的空间，同时也不要在这里盖公共住宅，好不好？时间可以缩短。林崇杰林局长。是。可以了，可以了。他已经讲了，我们就空间留给还是留给摊商，那个公共住宅就不盖。不要盖在这里哦，我先讲好、哦。容积移走就好了。对，而且你不但不要盖在这边，我还可以提供你一个好的地点啦。我现在就要告诉你。好，时间暂停，由丁局长在就好，另外两个可以回去了。时间暂停哦。那个我已经答应了，我们下礼拜要一起去看。那你答应了，我还是要让市长知道这件事情啊。好，市长，我告诉你这件事什么呢？就是我们旁边那个福民社区啊，你看看这些照片。我觉得这个是你推动公共住宅非常好的地点，主要它是因为它是私有地之外哦，这边也是你表达你关怀弱势，而且能够这个有心要改善老旧社区这样的一个景观的问题的地方。你知道吗？他们住在十坪不大的这样空间，然后那个漏水严重到吼，那个都已经油漆都掉漆了，那甚至那个漏水到他们必须要用那个月历纸把它糊起来，然后再用那个塑胶布再把它再糊一层，那个生活环境品质真的很不好。所以也因此哦，在那个郝市长任内的时候，就有当地的里长，因为我也是住在这个里的了吼，当地的里长跟将近周边的200多名的住户跟我陈情，所以我就向郝市长提出了要求。那么郝市长当时也答应说要把这边来比照这个安康住宅去做公营住宅改造。那我为什么要跟你讲这件事情哦？因为我就是要再一次跟你强调说，这边的确是需要改建，因为从67年新建到这边真的是有些东西再怎么修也修不好了。虽然我的母亲李仁仁前议员啊，曾经啊为了这边的一个这个修缮争取过这个相关管线工程的改善，还有外墙的更新，甚至还在旁边去规划了一个绿地的公园。不过因为这边的孩子哦、啊、长期在这样的一个弱势的环境之下，他们被标签化了，而且连旁边的双元国中也被标签化，那很多人都不愿意到双元国中去念啦，好，大家都觉得说那个地方真的是很可怕的地方，也成为地方脏乱的一个死角。那我要告诉你的是，当时郝市长是很重视这个问题啦，那他先后也派了丁局长跟边局长来到现地去勘察。那可是问题是出在哪里？我利用这时间跟林局长你再讲一下啊，也让市长知道。因为最主要是本来我们是想说是不是把这些弱势的居民安置在其他的地方，不过后来他们真的是生活上很不能够适应啊，担心有这个问题存在，所以好，那就只好就地安置。那就地安置要怎么安置呢？就想到了双元国中这个地方，因为本来在学校里面有一个是有结构安全的校舍，那个时候我们就想说是不是把它去做一个补墙，然后补墙以后再来去做一个安置的地方。可是因为它大概是只有5层楼高的建物，所以算只有50户啦，所以后来就作罢了。而且那时候校方也是有反弹的一个意见。不过这时候就让我想到，哎，那如果中义国小跟中继住宅可以并存的话，那这里是不是也可以去思考这样的一个概念，把这个我们福民社区要改建的中继住宅跟双元国中并存这样的一个想法去做规划。
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学校那个有结构安全的校舍已经拆掉了，现在是户外的场所。那如果我们能够在那个空间把它盖高点盖起来，然后再搭配社会局现在的一个方案，社会局现在是怎么做？它是等于是说逐步的腾空房舍，好，然后再集中的安置，然后再做分区改建，好，它本来现在是用这样的模式一直在进行的。可是照原来这样的模式走的话，哦，大概要等到109年才可以新建了，我就等到老了哈。所以我就想，那是不是就利用这个所谓的中继住宅跟学校并存的可行性的研究，然后再搭配社会局的这样的一个原先的方案来走，或许这样的速度会加快点。很高兴听到林局长你说你要跟我去，对不对？当然。好，市长，我希望你一定要帮我看紧他，叫他一定要跟我去，而且要努力的朝这个方向去规划。当然，市长，如果剩下最后一分钟了，如果您有时间，我欢迎你也跟我一起去看一看，好不好？会啊，会啊。可以吗？我记得你也发挥爱心，都到南机场去看了嘛。那我再带你到我们的福民社区去看一下，好不好？对，报告一说，这就是整个大的区域都在这边，只要做好一个，每个都可以做。对，你可以把这样的一个模式复制在很多的地方，这个模式对不对？是我们在努力的，包含那个兰州跟斯文里。那我做对一次就会一直对。好，我们时间不要拖。好，我想这个我总辞之后，我大概2个礼拜之内一定跟你约时间，好不好？一定。好，谢谢你，时间暂停。好，可以。两位局长请回哈。市长，刚刚吕芳如议员质询的时候，我看到你毫不掩饰的打了一个好大好大的呵欠，连掩口都没有哈，所有这个网络大概都实况转播了，请问你累了吗？我每天睡眠不足了。好，好，那市长，听说你还保留了台大的教职，留职停薪是不是？我应该是留职停薪，对。你们可以留职停薪多少年？我也不晓得，应该是4年吧。4年，那4年后呢？我也不晓得。你要竞选连任吗？不晓得，我妈妈一直叫我回去当医生了。所以你做听妈妈的话的好孩子，4年后不连任了。也没有说不连任了，反正哎，这个明天的事明天再烦恼啊。那换句话说，4年后如果你连任成功，你就回不去台大。好像变成要辞职哦。要辞职。没有，本来跟那个杨盼慈校长说，我辞那个教室都让出来给人家，结果杨盼慈校长还一直说啊不要不要不要，他说他要帮我弄什么，我那时候本来就说我那个台湾大学的教职要让出来的，结果你还是保留了，杨校长怕你4年后不能连任是不是？我不晓得。那换句话说，你觉得连任好还是回台大比较好？都没什么意见的，哎，我还讲，其实明天的事情明天再烦恼，真的。那你就不听妈妈的话了？我也不晓得，我妈妈每我做什么她都会念的嘛。你有没有常常不听你妈妈的话？大部分都很听的。好，那你说你是一个有反省能力的人，好，我记得在前两次听到你的总质询说，那请问你觉得你上任到现在6个月了？你的反省能力告诉你，你觉得哪些事你做对了，哪些事你做错了？我只有讲错话，很少做错事啊，那这个这还好还好了，就是啊，反正就是每天认真做就好了，想那么多干什么？所以你觉得你所做的事情都是对的？也没有说都是对的了，但有那个不，如果人家讲的是我们错，我们就改了，就这样啊。如果你做的事情都是对的，那你就是没有反省能力了。没有，还是，那我们如果人家讲我们哪个地方做错，我们回去就改，要慢慢修正嘛。好，昨天晚上10:08，我收到一封 email， 它的主旨是建请秦慧珠议员于市政总质询，呼吁柯文哲市长与市政团队落实新旧共存台北城政见。他洋洋洒洒的写的非常多。其中最后一点我念给你听哦，有鉴于文化局之失职怠惰造成众多珍贵历史遗迹之消灭或危机，建请柯市长应正视台北市民对城市新旧共存之期待，
撤换漠视文资保存，无法回应城市永续格局愿景之不适任首长。下面我就不念了，你觉得这个陈情的意见你听得进去吗？不会的，他其实在我们相对于其他什么都发局的公务局，每个都骂他说对文资那个文资保护已经过头了，所以我认为他对文资保护算是蛮怎么讲，很专注很认真的人了。但是有非常多的民间团体啊，都认为这个有好多单位我不念了啊，我等一下再细讲。我要讲的就是说，从这个陈情书显然有非常多的团体对文化局的文化保存工作做得不满意，要求撤换文化局长。所以现在六个月，您有没有考虑要调整小内阁？没有啊，还有啊？没有。你觉得每一位都做得非常好？我的态度是这样，来者不拒，去者不追。你们要留下来，我就继续加压，继续加压。你受不了就跑掉，就这样。来者不拒就会人满为患了，这个完全不合逻辑。那我请问你，你上任半年了，对你的局处首长相关的官员有没有经过考核？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其实我们有一个很庞大的计划哦，那个。研考会陈明勋主任在做，我们要开始对这些局处要有考核制度，要开始定 KPI。那已经在，其实这个是蛮庞大的工作，因为要把整个80,000人的组织啊，要开始建立考核制度了。好，已经在现在上任半年才要开始考核，那过去的考核评鉴难道都没有用吗？那个我看过那个以前的那个根本就。算了，就不要讲别人的坏话。那你就首先撤换你的研考会主委啊？不是，我说以前每个局处好坏，那个我觉得还是要把现代化的企业管理制度带进整个台北市政府，这是一个蛮庞大的工程的。你的庞大工程什么时候 SOP 才能定出来？我估计要一年以上，真的。要一年以上。我已经。你觉得市民有那么大的耐心吗？那，但是就是。其实进度都有在做了，也有在看，不过我觉得这蛮庞大的工程的。请问你的研考会是不是每个月都帮你做市政满意度的民调？没有每个月的，好像只做了三次而已。三次而已的。上任半年做了三次，平均两个月做一次。所以你很在乎这个满意度的民调？没有，我没有叫他们做完。以前郝市长任内可能两三年才做一次他个人的满意度的民调，你们两个月就要做一次，上任半年做了三次，显然研考会你非常在乎市长的满意度高不高，对不对？报告议员，我们最近两个月都没有做。最近两个月都没有做，如果最近两个月做，你会发现民调掉得很凶。不会的。不会。那么有自信？因为 TVBS 的其他，我就算不做哈，媒体也会做，所以我后来发现我们不用花那个钱呢。所以以后都不用花钱做了，就参考民调就好了。反正我不做，媒体也会做，所以这个钱就可以省下来了。好，那你们有没有做各个局处首长的满意度？我想请教市长，你这半年来最满意的三位局处首长是谁？哇，这样会二桃杀三士。啊，我觉得公务局、都发局、交通局、教育局都不错的。其实这个被点名，就是因为他们常常被叫来开会啊。常常被叫来开会。因为那个常常被点名的，通常不是都是坏学生吗？没有没有，因为他们工作量最大。所以公务、都发、交通是你最满意的三位局处首长。不过其他的是因为我们在处理，其实这也是我们要反省的。我发现到现在为止，我们太注重硬体耶，注重什么？太注重硬体耶。嗯。几乎整个台北市政府80%的力量都在搞硬体耶。好。所以才会造成公务的、都发的、交通哈、唯一比较例外是教育局，奇怪，教育局常常被我们叫来开会，比较特别。其他都是公务。教育局长常常被你叫来开会，但是你对他不是最满意的。也没有说不满意的，还好了。那你最不满意的三位局处首长是谁？我这样问就不好意思了。
应该说没有啊，就是比较慢的、啊，像这个就动作很慢，每天常常被我骂说他紧的，他紧的，他就说他说他是精神科，我是外科，就这样。所以没有不满意的局座首长，通通都很满意。还不错耶，我倒觉得目前为止，我们的局处长都还做得不错，真的。那通通都很满意你的研考会，就通通都是资优生、优等生100分了，你还评鉴什么呢？哦，还是要建立制度，因为还是要、哦、不能靠长官自己觉得，要建立一个量化的数据。所以你也会觉得长官的觉得直觉是有偏见的。对啊，因为只有长官觉得不算了，应该还是要建立一个量化的制度。那有很多的单位是没有新闻、没有声音的，你觉得有哪三位局处首长是最没有声音、最没有表现的？但是没有声音，也不是说因为没有声音就不好，就不好。对，这个也不公平。最没有声音、最没有表现的哪三位局处首长？我连门我都就我就。哇，像你说那个翡翠水库也不会找我们麻烦嘛？对，自来水处偶尔就要涨个水费，没有啦。但是不是没有声音就不好了？这样讲也不公平。所以翡翠水库跟自来水事业处这两个单位是最没有声音、最没有表现的。那不是啦，那你要讲园民会啦，这个客委会这也很少惹麻烦的。所以园民会、客委会也是最没有声音、最没有表现的。也不是说没有表现，哦，倒是我是只是他们没有上新闻而已、啊。没有上新闻，但是有表现。你听过吗？那就所以这个还是要看数字嘛。那你觉得哪几位首长是新闻最多的？最多应该是林周明了。好，还有呢？我看他一个人就占掉我们局处80%的新闻量了。还有吧，还有人可能新闻更多，你忘记了？没有啊，局处长。周礼良新闻多不多？周礼良哦，我比较没有注意到，老实的。哇，他新闻那么多，你都没注意？周礼良，你的市长显然把你当成隐形人，漠视你的存在。不会、啊，他是专业的专家嘛，所以我也还好啦。我的态度是我还是蛮尊重专业，有时候不爽归不爽，我还是尊重专业。刘明武的新闻多不多？也不多、啊，他应该不多。他应该是跟洪志坤互相毁灭吧？不是？跟洪志坤互相毁灭，两个都已经灭亡了吗？我看我也不晓得啊，反正我也太多的些哇，我的态度就是另水了另一步，反正我们做我们该做的事。你觉得他们两个互相毁灭，但是毁灭了没有，灭亡了没有，你还不知道？你要不去验尸一下？没有，我还是最后还是直接命令下给邓副市长，就不管怎样，6月10号把五大案哦报告全部要交出来。我后来发现真的拖太久了，怎么拖这么久都没注意到。我跟大家保证，6月10号要结案，就这样。周玉蔻说，邓家基跟杨芳林是一派，是主张流弹派；洪志坤是拆弹派，拆弹派跟流弹派呢互相斗争。这个是上个礼拜，我跟他在一个电视台，我坐在他旁边，他透过全台湾的媒体公开说的。我请邓副市长、杨芳林。局长洪志坤我没有请他来，因为他最好闭嘴、名嘴讲的话、哦、我先请问市长，你们有拆弹派流弹派互相斗争吗？不会的，我还在叫刘明武还要再查倒立那个你先回答我的问题，不要转移话题。你认为不是，那请问邓副市长，针对周玉蔻的指控你有什么看法？我跟议员报告，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些节目，但是后来有听过。我跟大家在讲，就是没有公安就没有巨蛋，没有古迹就没有巨蛋，也是市府一定的既定的政策。我们在跟这个远雄在做这些会商的时候，所以你不要讲那么多，你们没有跟洪志坤斗争？没有。好，杨芳林局长，请你说明一下。没有。好，那你听到这样的说法，你们的看法怎么样？不要理他就好了。你每天看那个，问题是他跟你的洪志坤一搭一唱，两个人在那边讲，洪志坤完全没有否认呢。他，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他了。你没有看到他？
他被你停止参加市政会议几天了？上个礼拜二开始嘛，对啊，应该上个礼拜二开始的样子。上礼拜二开始，这个礼拜二开始吧。上个礼拜二，对不起，上个礼拜二，拜这个礼拜刚开始，所以才几天没看到他嘛。让他回去缓解。那你有没有看到洪志坤公然在电视上说刘明武的风评不好？大家都知道，有某某议员也公开在讲，请刘明武局长。处长。哦，处长，抱歉。不要理了，哎呦，我一个call in节目不要看了，心情会比较好，真的。你看那个干什么？你不看，你就是掩起眼睛，假装听不到、看不到。但是大家都看到这个问题，你是鸵鸟不解决是不可以的。请问刘处长，你知道洪志坤这样公然指控你的风评很差吗？我没有看到这一段。你没有听说？没有。我现在公开告诉你，他已经讲你讲了一个礼拜了，请问你的感想如何？我想我都不做回应啊，因为这个名嘴之所以会变成名嘴，是大家捧出来的。不是名嘴，是洪志坤讲，你没有听懂吗？他在哪里讲？对，我真的是没有听到。他在哪里讲？他在某一个电视台跟周玉蔻讲，我坐在周玉蔻旁边，现场还有王世坚议员跟这个另外一位议员。现在他开始上电视了吗？叫钟小平，这是上礼拜的事情。啊、哎呦，卖差别了，真的没有听，没有看到。那请问市长，你认同洪志坤说刘明武的风评很差吗？我老实讲，我觉得公务员就是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哇，你看大概他也没有被记过，也没有那个有什么地方不好的。好，那你知道我为什么要问你这么一大段？就是你最满意的局处首长，最不满意的局处首长。你可以不看电视，不听新闻，但是舆论言之凿凿，众口铄金，传来传去，你完全不知道，你也不知道你身边的这些局处首长，有的被人家抹黑，有的呢被人家分派系，这是你市长领导无方，因为他就是你的属下，你的爱将叫洪志坤，公然在那边分化、抹黑、塑造，你要不要做一些处理？还是就这样放任摆烂？很简单啊，就叫他不准再讲话，再讲话就赶出去就好了。你说每一个人都可以骗你一次，但是有人骗你两次，因为你曾经公开在我们议会说，当大家质疑这个资料外泄的时候，你就注意到洪志坤把他从十楼叫到十一楼，调到十一楼来就近看管，结果还发现有这样的问题。这是上个礼拜一你在我们本会中答询的，那你没有怀疑说为什么还会有资料外泄？是不是还有第二个洪志坤呢？那你就好查，所以我们一直都在查。我问市长，我就是这样的哦，抓到就处理嘛，这个。也不要去想太多。我看有时候这种，哎，人头在世界上每天在理那个嘛，那受得了？那不要理他就好，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如果有抓到就处理，我态度是这样。好，市长，五月八号你跟童子贤、蔡明忠密会，我曾经向贵市政府要资料，他们回复我说没有资料，没有会议记录。你曾经说你不是密会，因为都公开。但是我去查过，当天你的市长行程也没有列这个资料。请你现在可以公开告诉我们，你们当天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去密会，现场有哪些人，谈了什么东西，是不是可以补一个会议记录给我们全体议会的议员？其实也没有在讲什么，因为哦。因为当医生，你知道，每次去哈，人家第前三十分钟是看。你不要讲当医生的事情，针对我的问题。对，因为前三十分钟都在看病。所以你前三十分钟在帮蔡明忠看病吗？他在讲说什么？他晚上睡不着觉了，他什么看？我说我。所以你前三十分钟在帮蔡明忠看病，他说他睡不着觉。心理辅导啊。你帮他做心理辅导？不是。你鬼扯。没有啦，这个其实也没有讲。请你严肃的回答本会
议员的质询。不是，我的态度很清楚啊，我说你们不要吵架，让我们钱点不到啊，说你们要搞定，就这样。所以事实上那个怎么处理，我这种事情我也不会知道，所以我只是去表示一个态度，说你们要搞定，就这样而已啊。童子贤是你找他的吗？是啊。那提出来说要把这个蔡明忠的这个卖场饭店卖给童子贤，是你提出来的吗？不是啊，我怎么这种东西我想不出来的。你觉得你找童子贤这样的一个动作是正确的吗？不，我是觉得他形象还不错，而且讲话还蛮……你为什么不去找诚品的老板吴清友？因为两个不合啊，两个已经互相骂，就在每个都在讲他坏话，所以啊两个都已经不合，你何必把两个摆在一起？两个都互相到你面前告对方讲坏话吗？不是，我有听到了。他们两个都到你这边来告御状。反正都讲对方的。然后你就决定要御驾亲征，把童子贤找来当和事佬。问题是那当时已经谈判拖太久了，我说到底是在干什么？5月8号几点钟你们密会？好像是下午嘛。几点？我想看，因为本来要在市。因为你说你行程公开，但是我觉得你没有公开。有了，我本来要在。下午几点？4点是不是？下午5点哦。我5点就出去的嘛，有了，我下午5点到几点钟？应该很快吧，讲没有几分，讲都还不到1个小时，1个小时而已的。到6点，在什么地方？坦白讲，那个我不晓得，我载包，我小包载去哪里我也不知道。你不晓得，谁带你去的？司机。司机，带你去一个不明白的地方。反正随扈有跟我去。那个地方。是见不得人的地方，所以不能告诉我们是什么地方。你也不晓得，你不怕被卖掉吗？不会的，随扈有跟我去的，所以。请你告诉我们到底是什么地方，你不要装傻。有什么地方？富邦办公室。富邦的办公室哪个地方？仁爱路上。仁爱路上富邦的办公室。富邦，所以是。好，第5组今天质询到先。